铁丝网可以拆三个铁，超多，夹子不能拆，夹子不能拆。那我可以一直捡别的玩家铁丝网来卖。重点是也没玩家想放铁丝网。铁丝网卖多少啊？因为铁丝网会被别人夹走，所以应该不会有人想在地图上放一堆铁丝网吧？铁丝网21个可以卖693欸，所以它是可以卖的。铁丝网很贵啊。你卖多少？8000。哪个？木头。木头卖7000啊。7000。对啊，我就再贵上去，可能就没人要了。不过木头是蛮稀有的啦，应该还是有它的市场。还有，这边的木口好高哦，这么高应该砍不到最上面吧？你可以拿那个啊。真的假的？为了砍木头，你要垫上去吗？我砍这一颗。好哦。小心不要被僵尸咬到哦。咬到再说。没子弹了，子弹都放家里了，我要改用尺子弓。你过来把我丢给你子弹了，狙击枪的吗？狙击枪，狙击枪丢。是我子弹不多。为什么你附近那么多僵尸啊？你是有吸引僵尸的体质是不是？替身使者。所以，我拿觉得拿这只砍树有点多。嗯？会扣耐久吗？砍树的话？会啊。真的哦。欸、真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现在212，我看一下。扣好多哦！天哪、啊，欸扣超多的啦。那十字镐嘞？十字镐不能砍树。好吧。哎呦，僵尸头掉下来了。嗯？僵尸头被我打掉了。哪里、啊？在这里。不见了。看。不见了，一瞬间就不见了。不见得啦，我一走了。有人把火箭炮丢在地上。真的、哦？对啊，火箭发射器，你要去捡一只来玩吗？哪里啊？在那个商人旁边啊。在哪？哦，不见了。不见了。那刚好被移除了，喂。哎、欸，我东西卖掉了。800的，哦，棉花。哦，有人在买了，你那边有没有人在买？我的那个，听到叮叮叮。对，我那个什么布都卖掉了，卖了3组了。我说我要布。你要布哦？要布的话，只能去搜刮那个破装备了。哇！看哪里最多装备可以搜刮。破公司。哎，一边跑一边跳，速度比较快哎。我觉得没有。有啊，我快追过你了哎。这样，可恶！可万一到那个砍砍又变慢了啊？砍砍？就是如果不小心到九九，它会自动变慢。哦，对啊，所以要跳过去啊。你看，开车，同样是跑步跑比快。哦，有人在开车。我啊。我开车好快哦。你要冲去哪里？还下车？嗯哼，下车吧。我下。你下车了不是吗？Shift。什么时候？打他！打他！对，砍他！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！哇！哦哦哦！哦，东西卖掉了，东西卖掉了！哦，卖掉了，木头卖掉了，好多钱！对啊，木头卖掉了，你帮我收吧。我应该不能帮你收吧？帮我把它打掉。哎、欸，打掉了。耶、yeah, ，在我身上。哦，应该是你自己打掉的吧？
去百货公司搜刮烂装备来拆布，还有木头。哎，你看，偷掉了，偷掉了，偷掉了。你看，赶快捡起来。捡不起来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怎么会这样？这能捡吗？这应该能捡吧？难道用夹子？夹子，夹子为什么是夹那个东西？夹子明明就夹铁丝网的，为什么要那个夹头？搞不好也可以夹、欸，说不定。这边不能卖东西的，安全区才可以。是哦。对啊。嗯、哦，这边救护车啊！原来从这边进来的，难怪。我每次都从那边进来。呵呵，之前绕一圈。那这次你要收几楼？我要去，我要一楼。你要收一楼，那我去二楼。这样新手玩家也可以在那个这里致富。对啊。我僵尸在窗外看着我。揍他。不要，麻烦。